好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 21 Shopping 啊，这个网站呢是为大家在 shopping 的时候提供咨询啊，能够找到最便宜的产品，还有能够找到这个网站上的这个 discount，还有这个 coupon 哈，这些的话都是为大家提供这样的方便。大家可以在这上边的话呢，能够找到最便宜的产品啊。你看现在的话，这个网页就是90%的 off 啊，可以。你看这里边的话，收集了将近好几千个啊，这个厂家啊，好几个这个 online store 汇总到一块儿的话，可以进行搜索啊。比如说像这个电器这一块啊，我们查一下有没有90%的呢？哎，还真有啊！你看这个的话呢，你看这1000多块钱，原来是12000啊，这个11块钱啊，原来是119。那这个的话呢，900多块钱原来也是12000，这是9.99，原来是100块钱啊。这些的话呢，都是很便宜的啊！我看看这个壶啊，哎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才18块钱啊，这是，在这个时候的话，你要看你这个价钱，你要再往里面看的话，要彻底的对照一下，这个价钱是不是真的？啊，我有的时候发现呢，这广告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哈，有的时候把价钱。在这儿的价钱给标错了，里边的话不太一样。我们留心一下，这里边有更，这上面是大类，这找到的可以多一些啊。这里面每一个小类的话呢，都分得很详细。哎，大家可以在这里边的话呢，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啊。如果这里面没有的话呢，就是90%的没有，像这个就没有啊，很多人也他就是这么好的，低有一般的时候这个就现在的话，像这些的话都有那么这380现在188，这个是400买117，这个也不错啊，对。有耐心的话呢，总能学摸到找到好的东西啊。当然，在找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会用这个功能，就是 Ctrl F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网页上搜索的话呢，这就是 Ctrl F。如果我们要找鞋的话呢，这样的话，对，我们找90%的鞋，哎，这有一双啊，这有一双，啊，那像这个小孩用的这个啊，你看一下，哎，这里面有一些啊，很便宜的哈。那如果再好一点的，可以把这个75%的 off 啊，这就会更多一些啊，也可以这样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就可以再点击，一点击的话，就进入到这个网站里面。那还有一个功能呢，就是可以找到这个折价券啊，就是点这个折价券。因为这个网站收集的这个信息很多，所以有的时候比较慢啊，所以大家耐心一些。啊，这个的话呢，前边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网商啊。我们把它列在这儿，你像 Dell，它的 coupon 啊，这里面的话，哎，你看还真不少，而且都是没过期的哈。那这个 coupon code 的话，可以在 shopping 的时候打进去，就有很多的这种 off 啊，省钱的这个 code 在上面。
那更详细的，如果你知道哪些商店的话，你都可以打啊。这里面的话，很多很多的商店啊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随便找一个吧，找一个 JC Penney。对，JC Penney。看看他有没有？有啊，确实有。而且还有很多的 off 是很大的哈，对，就是这样来使用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如果要是知道哪个商店，就 Ctrl I，然后你比如说是Nike，等一下子就找到 Nike，看看 Nike 里面有没有啊。这也有啊，但是呢是过期了。看一下这个 expiration date 啊，这里面是过期了，过期没有？咱们看看下次。通常的话，折扣是在过节假日的时候比较多啊，这时候可以大家来到网上学嘛学嘛，看一看。那这个网上它还有一个功能呢，就是直接搜索产品。比如说你需要买什么，就可以直接，啊，比如说买它的那个直接搜索，连这些都有啊，可以找到。那网站另外一个功能呢，就是搜索本网站里面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我要搜索那个。是在这个搜索框里边搜索。连所有的这个 Nike 方面的话呢，都出来了，看有没有90%的，前几天有，现在没有。啊，75%的也没有，也没有啊，这就是机会啊。前些日子我就搜过人家就是，这里有50%的，有几成，然后可能30%的就比较多了，对，这是30%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。经常有的时候呢，是一些专题啊，比如说，After New Year Sales 啊，还有一些个，都可以到这么去点。最关键的是这个 Shopping Category，这里我们把这个商店呢，都列在这里边，大家可以来。找一下，就是通过浏览的方式来找一下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手包的在线商店啊，这个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啊，在这里边。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浏览的方式呢，这各式各样的啊，全方位的，所有的都有啊。那这里边有几个大的这个网商在上面啊。像 AT&T，一点击的话都可以直接到了 AT&T。对，这些他们在进行什么都可以。在这里特别的就是说呢，这个要学会使用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定啊，也可以定，是一样的。在这里可以直接点啊。如果大家觉得，也可以把这个脱离这个网站，直接进入到这个 online store 哈、啊，就点 remove the frame。
你点的话呢，就直接进入到这里边来哈，直接进来了。所以在这上的话，大家可以下单子啊。这位21那上的也可以下，是一样的。好，最后呢，就是说这有一个，如果大家想咨询啊，可以点击这个。点击以后，你再点击这个，不论是在线还是不在线，都可以点击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比如说你找不到库房 code 呀，因为我们后台还很大哈，你找不到库房，我们可以帮你找哈。假如说你这个订飞机票，那你要看看哪家最便宜都可以啊，或者是啊，也找20%多少off 的产品，我们都可以帮你来。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这些个以前他们问的问题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点击以后的话呢，如果不在线的话，就留 message 就可以留言，在上面写一下啊。如果有什么文件也可以这个附上啊。那如果是在线的话，它就自动会出另外一个框子，就可以直接对话，或者是直接在线，咱们自己互相交流。好，那祝愿大家在online shopping 的时候，能够找到你最称心如意的产品，也能找到你称心如意的价格。好，再见。